itto! You're the itto! You're the one who's going to be the Tuan-chan! Hey, yo! Tuan-chan! Hey, how can I? You're going to be the Tuan-chan! Tuan-chan! 我的地盘我做主 你, 接下来的两位嘉宾呢，今天是第一次来到这里，来来来，元气满满的，不是稍微收一下，控制一下，元气满满的跟大家打个招呼吧。黄龙天下第一斗，今日到此一游，本大爷的威名想必早就传遍提瓦特了吧。 这个，请不要在西风骑士团大声喧哗。 是要儿子，还是要工资？当然是要儿子。来来来，你看看，肯定要把儿子搞出来啊！哎，这工资就要回收了，这就啊！你还要给我加戏？ 来，哎，三二一，我没有啊，合情合理，我没有啊，你一定要有，哇，礼貌，快多骂一点，多骂一点，一般我们抽卡都需要放好运来。 我现在不需要你去调什么好运来，我直接给你吹一个好运来。好，来来来来来来，有请。来吧，这个就是你们。 城里人玩的东西是吗？哇，多才多艺，跟你说，乐器都给你准备好了。这个就是你们年轻人玩的东西是吗？好，我收下了啊！我跟你说，你这次保证能出，你信我。骑士团的战友们已经忙得不可。来来来来，一起来一起来嘛！嗯，我来，嗯嗯，三二二一，啊，拜拜，下拜。 五郎了，你想，你不可能再出五郎了。跟你说，你怎么着，你都按照正常的生理情况，你都生下来了，你别再生了，你再生你就改名了，你要，这就得重做角色了。对，对吧？就得有这样的信念，是吧？对，堂堂正正的赢回来，我一斗一个还没抽呢，你五郎已经出五个了，你。 不愧是西南小姐的榜一大哥。好，again。好嘞。三二一。啊！不会又是我了吗？怎么又？圆圆呢？ 是坤哥错了，平常咱俩可能交流不太够。我知道你很仰慕我这个算是前辈吧，但是呢，你把
年轻赚点钱不容易啊！你不要总是站着我儿子的位置，好吧？大保底了，你肯定要大保底。你能换首歌吗？你能换首歌吗？我发现可能这个歌的效果对我来说是反的。你换首，换一首霉运的歌，嗯。没运的歌呀、啊，换首骂我的歌。够久了吧？再不活动活动筋骨，哪有滋味？磨不出来，也许我从来不会用磨来买，但是长长久久的一个坏蛋。我知道，我可能没有召唤他，先没召，我得召唤他一下。等一下。召唤呢？喂。儿子，你懂儿子，听得到吗？你不要再玩了，回家了，你爸喊你回家吃饭。其实好，我觉得这下应该稳了，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。高起！恭喜！终于，儿子终于找到爹了。儿子，来让爸爸看看你。你在外面一个人过得肯定很辛苦吧？你看看你，衣服都没得穿，头发花白，还一直没有剪，留的那么长。爸爸对不起你，让你受苦了，儿子。